第一代的法棍包，它其实是柔软的，就像一根法棍面包一样，让你每一天就可以夹着它。精通美妆时尚 ，Kevin 老师累积许多粉丝，时常替网友们搜罗好物，没想到这回成诈骗，眼中肥羊。用我的照片、我的影片，这个诈骗的手法已经多到，就是连我妈妈在滑手机的时候都要问我，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非常好的刺激胶原蛋白增生，强化皮肤的保湿度。可见不孝业者打着他的名号卖眼霜，还宣称眼戴不掉，我上吊，让他看了好气又好笑。冒用影像来广告，包括眼霜、眼膜、气垫、美白霜等各种保养瘦身产品。Kevin 老师不堪其扰，速度发文，还报警提告，拍了打诈影片。没想到还有诈骗网站到粉专留言，说他卖的才是假货。的自创品牌 Basic， 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5样商品。如果盗用我的照片去卖其他的东西的，这些你们都一定要认清楚。投资上亿自创品牌，没想到也被盗图。 Kevin 老师呼吁，只要有任何怀疑，都能回到他的社交平台双重确认，让诈骗集团无所遁形。 TVBS 新闻林育正、洪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